神上有个周期波，t 等于零的时候，波形如图所示，长这样。那 P 这个点，我们想要研究它的位移跟时间的关系，应该是谁？位移跟时间的关系，那你就直接看嘛，这个 P 点现在在这，后面的波会开始跑过来，所以它会沿着后面的波跑过来，怎么样？先下去，再上来，再上去，再下来。所以你要去找它的位移，先下去，再上来，再上去，再下来的。好，先下去，再上来，再上去，再下来，所以就是这个啦，猪选项。